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ar、 马来西亚吉隆坡盖亚卡店、槟城 Apex Brothers 以及北京卡拉和、广州废柴猫赞助播出。快点要我哟！到 Portal 买扣的快速又安全，输入代码还有折扣咯。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牌组解说。今天来解说我们的八大叠牌组哈。那这副牌的话非常的有意思，芒果觉得如果你想玩玩看粉牌的话，可以玩这一副，因为这副真的超好玩的。好，来先看到我们的这个百变怪哈，它可以进化成任何一阶的宝可梦，但是必须要遵照规则。那要进化成谁呢？先看到我们的这个绿毛虫哈，裂空座的小时候，它可以在你的回合哈，不管是你的第几回合，不管是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第三、四、五、六、七，都可以使用特性。直接把它进化上去，哎呦，进化成铁甲蛹，它的特性居然一模一样，直接再进化成八大蝶，有没有看到？太酷了吧，真的太酷了。好，那攻击招式虽然只有打30点，那我们看它的这个攻击附加效果。来，第一招打30点之后呢，对方会呈现烧伤、混乱以及中毒状态。哎，那我这个打30再加上烧伤跟中毒的话，对方就是60点嘛。哎，那60点重点是你下回如果要攻击我的话，还要承受这个混乱的这个骰硬币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但是有人说，哎，说真的，你一回合60，说真的也还好吧。我 switch 这么多，有的东西没有，有的没有这么多，还是有办法打到吧，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把伤害提升的话，就必须要靠我们的派拉斯特。对方如果呈现混乱状态的话呢，可以额外多两个伤害。所以说，你看我芒果放了三组的派拉斯特，那我如果打成功的话，哈，假算我真的做出三组的情况下啦，那我打30，再加上这个混乱。说烧伤跟中的话打60嘛，60再加3组变多少？120点。哎呦，这个120点重点是对方还在混乱哦。哎，这个120说真的打下来也是蛮痛的吧，是不是？好，那你看，因为我们每回合都能只要一颗草量就可以砰砰砰砰就蹦出来直接做进攻，所以我觉得每回合应该是不会间断的，一直这样120 120 120一直打，太酷了吧。那我这边放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这个饭池蛇。我差点讲成贪吃蛇。饭池蛇的话呢，可以让对方的中毒状态多一个伤害齁、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来，各位看一下。假设对方起手是这个70的宝可梦齁、哦。例如呢，基拉奇、蛇纹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只要打到第一招有叫出我们的饭池蛇的话，攻击力就是变70点。欸，直接击杀，后手直接打70，欸，这太屌了。一定要放，好吧，必放。那放了一张梦幻，就防止对方的皮劫 double kill 啦，所以这梦幻还是得放。那如果对被对方跑掉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拿来做补刀，齁、哦、也不错，齁、哦、也不错。那这个我们的熏香放了两张，齁、哦、因为非常非常的吃进化，齁、哦、一定要进化上去才有办法来做这个攻击嘛，对不对？那既然说到这个要铺场的话，铺谁？铺这个派拉斯。因为我们要铺很大量的派拉斯才有办法做出派拉斯特，让攻击力更上一层楼。那所以我们朝血球放四张，齁、哦、就不用放仙机球啦，这个不用放升级球，那再来草球放四张，为什么？因为需要草能量和我们的绿毛虫，哦，草能量才可以拿出我们的这个草量来做进攻嘛，所以这放四是绝对没问题。那因为小人牌有可能会被对方前期资源够的情况下来做击杀、击杀、击杀，那我们就打持久战嘛，打到最后看看到底谁的战斗力、续战力比较强，所以放了两张钓竿哈、哦。那这钓竿的话可以洗两只宝可梦，或者是两张基本能量，或者是两个都一起使用都可以。懂吗？都可以哦。好，所以放两张没问题吧？所以我们能量跟宝可梦应该不会不够啦。那对方也会针对你的这个八大蝶去杀，应该不会针对你的派拉斯特啦。我觉得针对派拉斯特有点瞎。好，那两张宝可梦交换通讯就是怎么样？如果我们需要博士的情况下，可能先把你重要东西先放回去，好，放回去。那再印章放一张嘛。那来草鹿竞技场，哇，居然放到四张，因为这副牌非常非常的吃进化的草系宝可梦，所以放四张绝对不为过，好不好？你要放三张我也没意见啦。那板木放两张，然后竹篮三张，玛丽两张，博士两张，这些应该都在你们的理解范围内吧，好不好？那这个名医芒果只有放一张了，因为这副牌其实没有那么的吃糖果、哦、所以我觉得名医放一张应该是够用了，好不好？够用的。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信运弹啊，幸运弹。那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手牌耗光光的情况下呢，被对方击倒、哦、那我们就可以把手牌补满七张，所以我觉得幸运弹给我们的八大叠装是不错的选择，好不好？那你想放什么毒针啦，或者是头巾的话，我也不反对啦，不过我觉得可能效益没有那么大啦，好不好？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来 UB
对 ，UTB 啊、哦，这个 U 滑板。那 U 滑板的话呢，在场上丢到墓地的时候，被队友打死或怎样，被吹掉，都可以回到手上，那可以减少一费撤退。不用讲，一定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梦幻嘛，或者是给我们的八大碟，其实都可以，好吧，都可以。好，那应该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大概就这样子，朝那样七张。先进一段广告吧。想要买 code 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有福啦！现在到 Poton 网站挑选你需要的商品，确认数量后，再进入结账前右下角的优惠券填写 Mango， 立即享有 5% 折扣哦。超火钢，这什么东东？好，对方选我要后手，我想后手啊。我先手是不是？好啦，先手也可以啦。因为我不知道对方什么东西耶。我看一下，苍响，超火钢苍响，这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那苍响，那就没差咯。我想一下、喔，等一下我想一下、喔，先派你出来好了。然后这个拿什么？再拿一张要吗？好，先拿这个。那能量先不用贴，先这样子结束吧。这什么牌啊？超火钢。好看一下，网子。啊小小丑哦、喔，可是他怎么没有电呐、啊？电他应该会有东东鼠才对啊。嗯。好，那他看杀不杀掉我，应该有机会啦，有机会啦，我不确定，有机会啦。来 switch， 我、哦、直接抽三是不是下不来？他如果是吉拉吉起手的话，好像刚刚我这回合有机会杀掉他我觉得。我看一下怎么打，我看一下、哦、我的派拉斯特三张都在，好，那我可以做多支一点，我想一下、哦，他犯这个好像可以抓这等一下再抓，那不急不急，先给你。好，对方六张牌哦，不要，我先做出来，我先稳住，好、哦、稳住，再来跟他决斗，好不好？我先稳住，然后现在我想一下、哦，哇，我做不出来，糟糕，我想一下，哇，我想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梦幻，打十点。没意思啊，打十点没意思啊。先不要进化。好，换你。哇，居然没有！我放这么多那个进化的东西，居然都没有抽到太扯了吧！来，我们想想，我们在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好，差一百二，所以我一定要做三只。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我一定要做三只。那我们那个饭池蛇就不用了，因为我们一定杀得掉吉拉奇。小小丑要做三只哦。你为什么下不来啊？太扯了吧！想一下哦，他下不来，我这样要开打吗？好吧，来竹篮。我想一下，可以啦，现在可以打啦。我想一下哦。好，你看我的回合直接狂进化，你们俩疯狂进化啊！糟糕，我贴给他了。要点吗？我想一下怎么点。点他，他会不会？等一下，他有板木，有可能有一张板木，有可能有。好，都给你。来杀我吧！好希望他杀我，第一次这么希望他杀我。等一下哦，他的网子有，那 switch， 他可以那个啦，滑板车加火能量撤退啦。你的 switch 咧，该不会下不来吧？焊接工撤退，
来，要准备。哟呼！一二三，人呢？人呢？在想是不是？哦，好了，你在想要怎么下来是不是？接他起。六，我想一下六。哎、欸，我场地卡一张都没有出现，那呢？哎、欸，你说不给前面呐、啊？还是他想跟我养，他想养多一点跟我拼呐、啊？好，滑板，继续抽。哎、欸，我们这场好和平哦，超 peace 的，看到？那我想一下啊，我们要先发制吗？不行，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忍。好，都给他。我把他伤害打到吼，等一下板木可以出来杀掉的程度，就可以放过他了，好不好？这样子我们小人牌一万一才会赢得有价值啦。你的 Switch 呢？呢？呢？结果我芒果好像也没做出来是三只啊。我在等他杀啊，啊，不然怎么办？等他杀啊！啊，我能量要先贴的，对，能量要先贴的。好了，算了，没关系了。好，撤退，该杀了吧？哦，他不杀我动不起来啊！小人牌就是要给人家杀啊！我天哪！好，然后怎么样？丢一张就好了。哎，丢两张，要丢两张。终于了，各位，我们的这个战火现在开始引爆，没问题，没问题。来，我们先派他上去，然后我想一下哦，现在八大蝶可以进化。哎呦，来来来，我想一下，八大蝶好，然后进化，能量贴好，我们现在开战哦，正式开战，各位，我们现在正式开战，来直接用这个，来需要进化，我们需要疯狂进化。哎、欸，奇怪，我的那个跑哪去啊？哎、欸，芒果的那个不见了、欸，那个什么草鹿竞技场啊，我就白白被他这样子卡了好几回合。好，三十六十九十六十八十，好，再扣二十八十，没问题。那回合结束，它会变成一百一。然后我什么时候不用做？应该啊，有 switch 好吧，算了。好，换吉拉奇上来。好，笛子哦，哎呦笛子哦，哎，所以说好像也可以放吹风机，是不是？好啦，不过我们是一换一啦，我觉得试试看，试试看，也许他也没我快。他现在杀我要丢两颗能量吧，因为我是怕火的。好 ，switch 撤退，我就赌他到最后没有 switch， 好不好？或者到最后资源不足，好不好？也只能这样赌啦，赌看看啦。好，两颗两百，没问题。哇，芒果没有人物卡，糟糕！想象怎么打？哎、欸，有了，我想象，这个给你没问题啦，这個、给你没问题啦，这个也直接用没问题啦。哎、欸，我的。哦、我没有绿毛虫了。板木，好丢。板木还有，好钓竿。我想一下，哦，终于有了。哦，这个太难过了吧？先这个先不要，我想一下，先抓这个好了。然后我看一下，一二。先洗回去，我看一下，一二，一二，然后抓出来，啊，应该抓那个才对哦，应该抓百变怪。三十，然后烧伤、混乱、中毒，然后再扣扣扣扣扣。他是被我毒死了，所以这不能传哦，他这个不能传哦。
根本在鞭尸吧？他死掉还被我鞭尸哦，太好笑了吧？好，那现在就看他有没有办法了。等一下，我应该会直接，我想一下哦，我如果有用到那个印章的话，哈，等一下我再搞他吧。好，他两张场地都掉了，所以他应该是不会干扰到我的这个草鹿竞技场了啦。我在猜应该不会弄到了啦。好，那他现在杀我的话要两张哦，他现在压牌要两张火。好，杀我，然后现在再击拉起翻，他应该会翻个，我想一下哦，巢穴球或者是焊接弓吧。好，能量抓取 ，OK。对啊，他还是得杀啊。那我这下等一下这是进化出来的话，我是可以杀他的哦。就是说他连这个接力棒都不能回哦。好了，还行啦，换一下，来，现在先这个上去。好，没问题。好，终于出来了，各位 ，nice。先检查，检手下牌组，八大虎油。然后进化。给他，给他，给他，竹篮，说错了，玛丽，因为手牌刚刚好多东西哦，不要给他用了。然后我看一下，一二三，所以我还有一只绿毛虫吗？我有绿毛虫吗？好像没有，对不对？没有绿毛虫了，没有绿毛虫了，好危险哦。好，三十六十，然后加六十，一百二。欸、我看那动画好好笑。好，再扣，再扣，再扣，直接死掉。欸，太屌了！我们前面 peace 了那么久，一来马上火爆，然后直接火爆杀，直接开杀，火爆开打。欸，这太酷了，这太酷了。可是我觉得换到最后我可能会输，欸，感觉啦，我不确定啦。他这一六十，我想一下，六十，好像杀不掉欸。他手里要几张啊？那板木也没用，他板木完全没屁用，因为我他只能杀这只，他只能杀这只，那杀我只能抽一张哦，哇，尴尬。他杀我，等下应该就印章了吧？再接他起，他没有焊接弓哦，没焊接弓，我赚。想一下哦，一百二，那我板木只有一张哦，我想一下哦，他死不起有几张？三张。才用掉一张哦，好逼他用，哎、欸，他没有能量嘞，十三张在墓地耶，然后我看一下打火那个火结晶，一张啊，那够了够了，应该够了。好，焊接弓，那他可能要需要两颗能量才有办法杀我。我芒果剑鼻子好痒，鼻子痒代表什么？有人在想我是吗？好，一二，然后再手贴，他是五张牌了，哎，我觉得芒果觉得我们会赢呢，有机会啦，有机会，我不确定啦。好，那等下就印章咯。 OK， 那我们现在要开名医，好不好？开名医，我们先检索一下牌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要洗回去。我想一下哦，要洗回去。我想一下哦。哇，糟糕！我的钓竿在奖励。哇！哇！钓竿在奖励。哦，好吧，果然只是一个超级粉牌啊，没办法了。哇，没解了啦！打三十，对方混乱，甩硬币，对方混乱。试试看这个好了，等他杀掉我，他丢一颗就杀掉我了，然后我再印章他，好不好？试试看看。
那他如果他只要能撤退吼，然后开狙杀就赢了。哇，尴尬了，这下尴尬了，各位。好，没办法了，各位，这真的没解了。对方小，我们用小人牌跟对方一直换，好像亏，有点亏呀、啊。哇，我们一开始这么 peace， 后面激烈碰撞，结果芒果输在钓竿在奖励，我没有注意看，我刚刚真的没有注意看。哇，一张奖励哦。哎，骰硬币哦，正面对方混乱，哇 GG， 好了，撤退，然后直接开狙杀吧，还是他有可能杀不掉我？打第一招，他没有火量，他没有火量的话杀不掉我啊。那打第一招吧，如果是火量的话，他也杀得掉啊。对不对？直接第一招啊！怎么了？对，有火是不是？哇 ，GG！ 哎呀，好粉啊，各位！好啦，好玩啦，好不好？是好玩的啦。那要看你遇到什么东西，因为像小小丑这种牌，很多换位的功能啦，好，很多换位。再加上说他，我们又被克数哦，所以说刚刚虽然有表现到说，哎，我们这个咚咚咚咚伤害一直跳，但是因为对方是小人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打，好像也换不太赢啦，是不是？好啦，那我们今天八大叠加派拉斯特哦，就介绍到这里啦。那我觉得如果哦给小孩子玩的话，组这一副是很好的，因为他需要去动脑，就说，哎，我应该要怎么做？好，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打到对方，好不好？我觉得给小孩子玩这副是好的，还不错，还不错，动动脑。那等他就是习惯之后呢，再把他带往更高深的一些牌组，好不好？好，那如果有家长听到的话，当然最好啦。好啦，我是上天住在非洲的芒果，我们下次见，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我们下次见。